松爷爷种了一棵柿子树，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又香又甜的柿子。但是阿松爷爷从来不和任何人分享他的宝贝柿子。嘴啊，互你看，你就知影吼。哦，这个袂歹，好。哎呦，哎，哦，我起啊，手过会走啊，哎，哦，吼，哦，这起啊，大山就是像安尼，大粒就像安尼，哦吼，哎，我过一嘴，互你看，你就知影讲，这起啊，偌好食，哈哈哈。阿松爷爷最喜欢在大家面前狼吞虎咽，好像在炫耀什么似的，每个人都羡慕的快流口水了，却只能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有一天，阿松爷爷的隔壁搬来了一位新邻居，他一搬来就很有礼貌的去跟阿松爷爷打招呼。夭寿骨的，哦，原来阿松爷，我心中就要定去呢。啊，不，你谁啊？我啊，是刚搬来的新邻居。嗯，我啊，是阿呦奶奶啦。哦，啊，哥阿呦来，我要化救人啊。木爷，我很喜欢树林的风景，而且啊，这里的芬多精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所以呢，就搬到这里来。嗯。啊、我听邻居都在说、阿松爷爷家种的柿子树啊、又大又甜又好吃呢、所以啊、今天就来拜访阿松爷爷了、你也是要吃的吗？好啊好啊，太好了，谢谢爷爷。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搬一下肉，让你试下滋味。阿松爷爷、人真好啊，还跟我分享水果哎、这个柿子树呢、真的很棒哎、这粒上大粒，跟他计个计好掉。你要搁食我的起啊？我家己种的，当然是我家己食咯，还轮得着你？哇哈哈哈哈，我三两个嘴吼，就甲含叫起来，清气溜溜。哎呦，奶奶，哎，啊，哎，啊，多多啊，哎，
我吃完了啦，存地，其他地，自己地头呢也是可以回收再利用，做成更棒的东西，哎，也不错啊，没关系，没关系，谢谢阿松爷爷。这个柿子地头还真漂亮呢。那我就先带回家咯。好完了。对呀、啊。谢谢爷爷呢。带回家咯，拜拜，谢谢爷爷。阿佑奶奶拿着柿子地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阿松爷爷觉得非常的纳闷。这就奇怪了，这起了地还没吃一买也买无钱，阿佑奶奶，你去遐地要创啊货啊？哎呀，看麦啊哦，哎呀，看麦啊一个哦哈，我来甲看麦啊一个。我跟你说哦，我这个是最好玩的竹蜻蜓哦，昨天妈妈才买给我的，是因为我考一次考很好，有进步的买给我的哦。还是我的才最漂亮，怎么会是？最漂亮，朱爷，跟我身上一样的颜色。我的才是最漂亮，因为我的是粉红色。粉红色的好像真的比较漂亮哎。我的很会飞，真的吗？我的超会飞，你飞你飞，你看看你看看，哪有我飞的最高了？是我，我最快，哇，真的，而且我转转转转转转的很快，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是不是我的最漂亮？你喜欢我的吗？喜欢吗？我的，喜欢吗？举手的小朋友，而且会飞得很高很高。我的可以最高嘞，只有我的是绿色。对呀、啊，我的颜色跟我的衣服一样嘞。我是考100分拿到的呢，我是一套的啊，你看多漂亮！我是我妈妈买给我的，不管啦、啊，就是我的最好玩的啦。哎呦奶奶，小朋友都在玩竹蜻蜓哦，很棒哎，知道吗？奶呀、啊，今天也带了一样东西要来跟你们分享哦，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呢是昨天阿松爷爷分享给矮友奶奶的柿子地头。哇，矮友奶奶好漂亮哦！这个柿子地头看起来好像比我黄色的漂亮。比我是啊，比我绿色的好看。我也好想喜欢吗？喜欢。矮友奶奶，这个我好想要哦，可以送我吗？我也要。说，要不然我们都去找阿松爷爷，请阿松爷爷呢再给我们一些柿子地头，就可以再做成好玩的竹蜻蜓喽。这时阿松爷爷要急急忙忙的摘下所有的柿子了。这个大粒又个红啊，这是
我拢甲绑绑起来，我甲藏伫个仓库内底。嘿，无伊阿有人来吹，嘿，我半粒起啊地啊无伊啊，哦，哈哈，哦，佮检查一遍，哦，可惜无啊，哦，好来，今日个藏起来。阿松爷爷将宝贝试纸藏到屋子后面的仓库里面去了。啊，哦，哎，阿你搬家去阿弟，阿你我得安心。走走走，小朋友，来来来，阿松爷爷家快到了。阿松爷爷，阿松爷爷啊！啊，一个是你啊！你出名啦！啊，你搁有啥物代志啊？松爷爷啊，你昨天送给我们的这个柿子地头呢，哇，它做成了竹蜻蜓，小朋友们都好喜欢。我也喜欢。所以啊，我们想要来问阿松爷爷，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柿子地头？可以吗？你知影吼，哦，迄冻个足大只呢，迄非洲来个款哦，哦，将我起来拢食了了，一下连半粒嘛无，哈哈。阿松爷爷，高翔那遮厉害啦，想无嘛爱留一粒互我，我倘好会当叫阿勇奶奶做这互我，都没有了。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啊？哦，好个仔，你阿松爷爷吼，当年纪大，好个仔土脚够一皮油啊，啊无安尼啦，保持吼，鱼嘛好啦，无柿子树叶好唔好啊？好啊，这柿子呢，它的叶片呢有一种香气呢，这个还可以做成好玩的东西哦。我想闻看看它的味道。好，来，我先闻。好香哦，真的很香哎！哇，叶子的味道好香。等一下，等一下，姐姐也要闻。嘿，哦，好香！阿松爷爷，是要把这个柿子叶送给我们是吗？小朋友，阿松爷爷人真好。那我们呢，就可以去把地板上的叶子呢剪一剪喽。好，太多了。哎呦，你人卡真好啦！我宝贝，起阿好啦！好多啦！哎呦，阿松爷爷人就是好，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小朋友都是最棒、最有礼貌的。嗯。我们呢，阿松爷送给我们叶子，要跟爷爷说什么呢？谢谢阿松爷爷。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捡起满地的落叶，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还没扣啊，嘛赶紧去。我扣迄个起啊，迄也袂正经。啊，伊是要扣迄起啊，迄是要创啊？哦，爱来甲看卖啊，看卖伊迄扣起啊，迄还佫要甲变啥物碗糕出来？我来甲看卖啊，就来，再来，我来甲看卖啊，就来。我们等一下去找阿松爷爷。我们先，好无聊，我们先玩一下。现在有一点点无聊哎，要玩什么呢，姐姐？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我会，我会，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我应该会。真的吗？那你先告诉我剪刀怎么比。你会不会？这样，那姐姐石头怎么比？石头，石头，石头这样。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不，我不知道怎么比了，不就是这样？我会了，我会了，我也
次来，小票，我们一起喊哦。我还是会赢的。真的吗？好，开始。剪刀石头布。啊！耶！终于只有我输了。不管，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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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我还是会赢的，真的吗？好了，剪刀石头布。耶！我们在玩剪刀石头布，结果他输，我都赢。我输一次而已，我输两次，等，我全部都赢，还是有赢啊，没关系，下次我们再努力一点，或许就能赢了，好不好？好，来来，你们记得昨天阿松爷爷送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啊？叶子。来呢。做成的，哇！这是什么？椰子做的皇冠，我要！哇，好漂亮啊！我有皇冠呢，这次好像戴不下去。还有，刚好。还有这个是什么？小朋友知道吗？什么？花圈。花圈项链。我要！椰子项链，好漂亮。项链，我咧夏威夷咧项链，我咧星巴克咧，我搁阿婆咧抱咧遐大个，我咧，哇，遮厉害，即摆要过来甲我讨起啊休，要去起啊要创啥呀？要起啊要来冈山，叮咚鬼油吧吗？是袂使哦，安尼袂使哦，我新买宝贝起啊休，哪会当互伊啊？我咧半休嘛，不好意思。我要紧，我起阿休，弄个搬搬起来，安尼就紧嘞，好，紧来甲搬起阿休。阿松爷爷急急忙忙的要拔了所有的叶子，然后再把它们全部藏起来。哦，慢些起阿休呢，起阿休，生到红呀！哈哈，安尼就好万岁啊！这若无用错，我嘛错无啥起来哦。伊过来个只啊！你嘛学袂顶当啦，等下无拄好吼，伊杀唔掉去。空的吼，腰受骨，啊，较撑得只。这还有机卡，你唔知影？这打阿托下啊，扳只树皮啊，尔。
甲藏起来，迄个半歇嘛唔爱互伊阿幼奶奶。哦，我搬陪去啊，遐你搁甲捡起，嗯，也会使啊，紧紧啊藏起来。唉，哦，安尼蛮贵，爱去阿休尔，安尼啊吼，有只骨拢就要等袂了。啊，吼吼，哦，大粒干，细粒干，嗯，哎，哎呦，哦，这点无看到啦。哦，好佳哉，哈哈哈，哎，简单啊，简单 ，easy 啦 ，easy 啦，嘿。哇、哦，哈哈哈，一声拢吐动啊！哈哈哈哈哈！哎，我都唔惊，迄阿幼奶奶要过来甲我啃我的皮啊！哈哈哈哈哈！嗯嗯，哈哈。走喽，阿松爷爷家快到了！阿松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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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松爷爷。哦，也受骨的，迄老大人哦，心脏无甲偌好。你个是你哦、啊，是啊，我啊，阿幼奶奶今天又来拜访爷爷了。因为啊，昨天送给我们的叶子呢，只剩下这一片。虽然呢，一片叶子也可以做拓印，那也可以做拼贴，可是一片不够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的作品，所以想要来问阿松爷，你看我们有皇冠。星巴克，还有项链，项链，夏威夷，夏威夷啊，项链、我们剩下最后一片，我没有，他没有，演员人最好了，对，所以来问啊，哎呦喂，阿松爷爷，阿松爷爷，你的叶子是叶呢？怎么都没有了？昨天明明还很多耶，阿松爷爷，怎么突然连？昨暝吼，透风落雨，对不对？哦，迄足大个风来，啊哩三两个啊个，就出只树叶拢穿甲清气溜溜啊，连半晓嘛无。阿松爷爷，你讲昨暝透风落雨，所以到甲一片叶啊拢无啊，哪有可能啊？阿幼奶奶有交代，我们要爱阿
松爷爷，所以阿松爷爷说要闻呢，我们要送给他闻。哎呦，奶奶，哇，阿松爷爷没有呢。哎呦，真正香呢哈！真的啊，很香，对不对？而且呢，如果啊，我们用这个树枝呢，来烟熏煮出来的东西，也会有特别的香气。如果我有一天铅笔，小朋友都要写功课，对不对？对。铅笔要是太短了，我们把它接住这边缠起来，也可以再衔接起来，当作笔来写哦。哎呦，奶奶，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方法。本来那个铅笔啊，短短的时候手握不住，我就会把它丢掉。啊，你现在说可以把它绑起来，这样我还可以再写，就不用丢掉了耶。是啊，所以用途是不是很多呢？对呀，对呀，真的很多耶。阿松爷爷是要把这个送给我们是吗？哇，你看阿松爷爷一直点头点头点头。对呀。那小朋友，我们呢就赶快把地板的树枝都剪一剪。好。和小朋友们抱着树枝，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哦，这阿勇奶真正好厉害呢哈！啊，其他地我都做除蜻蜓，树叶啊，哦，你树叶啊，我都跟我做项链。你敢知影这用途是啥货？你敢知影亚当甲夏娃拢家己树叶咧创啊？你知影吼？啊，你唔知啊，无要紧啊。哎，我有讲过，就准都好啊。啊，未使，吼吼，这下哦。搁搞我的手机，我要搁做啥物货啊？哦，未使未使，我来搁看卖啊！哎、欸，唔知搁咧比啥物货啊咧？哇、哦，这厉害！哦，我来看卖者。突然间，飘来一阵阵的香味。我要过来玩。哎、欸，可是我们上次已经玩过剪刀石头布了耶。对。我觉得剪刀石头布。哎，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啊。哦，有吗？还有另外一种更好玩的。真的吗？什么好玩的？用脚啊。脚。对呀，你看我今天的脚这样吗？脚拐到了。哦，拐到了。哦，不是，会跌倒那就不好玩了。那玩什么？我们用脚来玩剪刀石头布。等一下。什么用？你有听过用脚玩剪刀石头布？你妈妈听过？不知道。你有听过用脚玩剪刀石头布吗？会的举手。你们会举手？会的举手。有人会脚玩剪刀石头布哦。啊，我都不知道怎么玩呢。没关系，我教你。你教我？对啊，看看我的脚，你看我今天穿很漂亮的袜子，然后他的袜子真的很漂亮。对，而且有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黄色。嘿，我看到的是红色。小朋友看到什么颜色？你看到什么颜色？绿色。绿色有绿色吗？哦，啊有哎，有叮咚叮咚。红色。红色也有也有叮咚叮咚。蓝色有蓝色吗？有哎，叮咚叮咚。粉红色，他说有粉红色，有没有粉红色？好像有一点点粉红色。我觉得比较像橘色哎。混色的吗？混色吗？在这边。哦，粉红色在这边的、啊。哎、欸，可是我记得有人是白色的、啊。白色的，我身上都是白色的、啊。哪有？他这里是白色。哦，在这里。好，那你们要不要玩剪刀石头布嘛？对哈、哦，要用脚玩剪刀石头布。我先教你们。好，你教你教。我们来看脚脚。剪刀。小朋友注意看、哦。手的剪刀。剪刀是这样啊，可是你说要用脚呢。我们就这样，嘿。哎，我要跌倒了啦！我不会啦。你要练习你的核心，核心。
要练一下。核心在哪里？石头。在这里会。核心在这里。石头。要怎么练？下次再告诉你。下次告诉我，可是我就不能玩了、啊。没关系，你尽量，你尽量。好了，我尽量。那不呢？石头吗？对，就是合起来就是石头。合起来石头。然后呢？不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就是打开嘛，这样子我会，我会，而且会绊倒。对呀、啊，哇，你越来越厉害了，这样好，然后拍拍手一下，他越来越厉害了。我忘记了剪刀怎么用，剪刀怎么用？剪刀，剪刀，我会，我会，我会。哦，他这样也可以，我会，这样不会倒，你好厉害，小朋友，我会啊。啊！那、啊、你要跟我一起玩剪刀石头布吗？你先看着我们玩两次好不好？好，好不容易奶奶生来生活，你们慢慢玩。我刚学会，奶奶你要让我试玩一下。好，好来，预备哦，预备哦，预备！剪刀石头布，剪刀。我赢了！再一次，我第一次玩我就赢了。我也是，再一次吗？我们要再一次吗？好了，再一次，因为刚刚跟奶奶说我们要玩两次，对对对，对对对，给他机会。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刀石头布，咦、欸，没有，再次哦，再次哦。你是什么？我是石头，对不对？你是石头，你根本没有动。有我你核心还没有练，我怕跌倒哦。赖皮，好，再次哦，剪刀石头布。哎、欸！又赢了！这次都是我赢，但我输。太好了，不是姐姐好厉害耶！哎呦，姐姐把我教会了，而且我还赢姐姐耶！我觉得姐姐好棒，要跟姐姐拍拍手。耶、yeah, ，谢谢。哎、欸，可是输了不可以哭哭啊！奶奶有吧？奶奶有遇到事情不可以。要怎样？要哈哈哈！要笑一笑，然后去找解决的方法，对不对？有没有闻到味道？哎、欸，好香哦！真的，小朋友有没有闻到味道？你们有没有闻到味道？来来来，小朋友，还有奶奶，来来来，还有奶奶，一个人拿一根，我们来烤。这是什么？奶奶，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阿松爷爷昨天送给我们的树枝。树枝啊，有没有看到底下这些炭火？我们也是用这些木头，阿松爷爷家柿子树的木头来做的哦。那这些面团呢，上面也是裹在这个柿子树的树枝上，我们一起来烤吧。好，烤一烤，烤一烤。有没有闻到这个树枝呢？香哦，有香气出来啊。我有闻到柿子的味道，但是没有柿子。只有它木头的味道，对、啊，可是好香耶、欸！面团也好香哦。阿优奶奶，是我虽然肚子很饿了，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吧，什么问题？我觉得啊，我记得你以前有教过我们呢、欸，我们不能只是吃面包，我们还要加一点蔬菜。是。然后我这个面包，等一下可不可以烤好之后去加蔬菜？可以呀、啊，烤好的面包呢，我们除了可以沾炼乳，还可以夹蔬菜，还有鸡蛋，当然很健康哦。好啊，好香哦。可是，哎呦，奶奶，你们烤了那么久，我肚子好饿，你到底这个可不可以吃肉啊？来看一下，这个面团熟了，可以吃了。哦，这个呢？我的很大一个，有没有熟？有，都熟了。来来来，你们有没有闻到这个面团呢？有一个特别的香气啊。有，跟刚刚味道又不太一样了。是啊，而且经过了这个那个柿子树枝呢，炭烤出来的又有更棒的香气。哦，来试试看吧，可以吃了哦，是可以吃喽。哎呦，奶奶好烫哦，要吹吹啊。哎呦，奶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面团拿去跟阿松爷爷分享吗？当然很好啊、我们小朋友有这么棒的想法，懂得呢、回馈来分享，跟阿松爷爷做分享是很棒的事情哦。对啊，因为阿松爷爷跟我们分享素食，我们当然也要跟他分享好吃的烤面包。好，我们
去找阿松爷爷。我们要去找阿松爷爷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哎呦，什么事？我们这里有炭火，所以要先把火呢灭了，等奶奶一下哦。好。这个太危险了，我们小朋友不可以过。好，来，水桶给你。我们呢，火灭了，我们现在出去找谁呀？阿松爷爷。来来来，跟着我们来走吧。阿松爷爷，阿松爷爷，阿松爷爷。找阿松爷爷。阿松爷爷后期啊滴，阿松爷爷后期啊休，阿松爷爷含手机嘛要停去，吼、哦，这塑料去啊，即摆含骨头还要补去哦，哦，哦，这样来呢，有哪款足厉害呢哈，哦，这手机搁会当做烤面包，哦，迄片鸡都比我食的五宝村较好食一点啊，哦，也不啦袂歹啦，吼、嗯，啊，不过你过来较轻快。去我的手机，袂使袂使，我的宝贝哪会当给伊？我要把我的手机都甲扑过来，我会拨机妈妈给伊，对，安尼对，紧嘞。阿松爷爷将急急忙忙的砍了树，吼！哇！万能的天神，就是我阿松爷爷，出奇外力量啊！哎呦，各位走！啊！哦哦，我老大人无，腰无啥活得了，忙走，慢走啊！啊！哦，我这边来，哈、啊，把车倒落去啦，我袂甲你气下来。啊，一二三啦，哈哈哈！啊，哦，哇、哦，哇、哦，我碰见树啊，碰到我腰酸背痛，啊，总算甲牵叫起来，哈哈哈！啊，这下迄阿幼奶奶来吼，都无手机通好耶啦，哈哈哈！哎，哦，啊！走走走，小朋友，爷爷家快到喽、啊！阿松爷爷，阿松爷爷，阿松爷爷，啊，一个兄弟啊！你是在忙什么？对啊，哇，我做一足粗重的工课啊，哦。阿松爷爷，你做啥物粗重的工课？是安怎爱摕几支遮大支，而且看起来足恐怖的，流了好多的汗。哎呀，哎，奇怪，我拄则是，我拄则是做啥物代志啊？哎呦，阿松爷爷，你到底在做什么？怎么把你的树给砍了？对，宝贝，哎呦喂呀！阿松爷爷，昨天。这棵树明明还在啊，啊，现在怎么没有了？我拨不起啊，去把它砍了啊！啊啊啊啊啊！难怪啦！啊啊啊！阿松爷爷，不要哭，不要哭！啊，你赶快也看起来！阿松爷爷，爷爷，不要哭了啦！真的很可惜，爱哭鬼。柿子树呢，整棵都被砍了，不可以。要是呢，还有这么一颗柿子啦，我们呢就又可以把吃完之后的种子呢撒在整个小树林里，就又可以长出很多的柿子树了。那没有了呀、啊，阿尤奶奶，树都没有了。对啊，阿尤奶奶，你刚刚说。还有第一颗柿子的话，就可以好像有种子那么多。我刚刚听到的是这样，柿子把它播种都被可以长出新的了。可是我记得阿松爷爷说，柿子都被蚂蚁吃掉了。对呀、啊，没有了啊，对不对？是啊，没有，真可惜呀、啊，爷爷。稍等一下，
就当嘛得苦大晒一下啦。哦，只要有一粒皮啊，皮啊都有迄个经济，对，就会有种子。等我一下。你不是说没有了？对，要等你啊、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阿呦奶奶，是，我记得已经没有柿子了啊。可是阿松爷爷说。叫我们等一下，可是没有柿子的等一下要做什么、啊？他去找蚂蚁跟他要了吗？他要去台他找蚂蚁哦，他去找蚂蚁啊！啊，你要看阿松爷爷平常时啊拢有做善事，把这个柿子拢给藏好好水，哈哈，即摆要找这个鸡啊！哦，来来，小朋友，来进来帮你。哇！阿峰爷爷，我有看到很大颗的，我有看到很大颗的，可不可以？哎呀，我你上细汉，我要食上大粒的。对啊。啊，因为我做个豌豆腰啊。阿峰爷爷，我才是最小的。不，这老而且我的很普通啦，普通。谢谢阿峰爷爷。那我看看，柿子呢？真的又大。又香，好吃哈、哦，又甜哎、欸！阿松爷爷，你真的好厉害，可以种出这么棒的柿子哎、欸，好吃哦！阿天爱记的哦，这柿子吃完，内底有伊经济，对不对？对。啊，得爱甲压喺土内底，哦，啊，甲压水了，有空气，有水，有阳光，哦。这起啊呢，店面就搁会爆价出来啊，拜大汉哦。哦，过一阵啊，都搁有好食的起啊通食呢。阿松爷爷，我们带来的面团，好想跟你一起分享。哦，是哦。阿呦奶奶，我们可以给阿松爷爷们今天来呢，主要啊是因为小朋友呢，感谢之前阿松爷爷送我们的柿子地头，还有叶子。也有这个树枝，所以小朋友们呢也学会了要跟阿松爷爷分享他们所烤出来的面团。哦，来吃一个他们刚烤好的面包。哦，好啊，好啊，谢谢，也给你，也给你。哦，好哇，最大的哇，那我们吃完可以散。哇，好棒哦，哦，你得当亚经济啊，好，该亚亚的哦哈。会当呀，阿松爷甲今仔日才知影讲吼，原来呢分享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分享会当互家己快乐，也会当互大家快乐哦。啊，大家拢快乐，啊，咱这个社会性格更加好呢。对呀、啊，阿松爷爷，我们现在吃的柿子啊，对，是你现在。最后的柿子了吗？只要吼、哦、那个柿子永远都会什么，都会长出来，只是现在长不出这个柿子出来了。哇，那以后就没有柿，现在开始几个月都不会有柿子可以吃，对不对？啊哈哈，咱的起啊树吼，今麦多是季节对不对？哦，咱九月到十一月就是咱的起啊会生长的季节、嗯、哦，恁呐。你要吃起啊，这个时阵上拄好，对不对？对，哎，安尼无啊，剩只食食的都无啊。不过啊，你有够古锥的呢。我想讲，敢袂当倒来找你佚佗？对啊，虽然讲我已经无起啊通食，不过我想要找你佚佗，敢袂当？当然嘛是会使啊。哎，可以。啊，恁若要来找阿松爷爷佚佗吼，爱记哦。哦，哎，记来炸水来哦，啊，你等下哈。炸水。哎，你等下，阿松爷爷来搞水烫给恁啊。好。你等一下哈。好。来，我把这个收收起，哇，这种子拢啊压水啊，你等一下哈。好。哇，你们都已经撒完种子了。对啊。阿呦奶奶，阿松爷爷讲叫俺修蛋姐是要冲阿伟啊。没有水。我们刚刚呢已经播种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好，来，还有啊，这小水桶，哎，乖乖桶，乖乖桶，哎，吃了会变乖乖哦，哎，没有，啊，来啊，恁来看哈，哎，阿松爷爷哈，
头前还有一条溪啊，对不对？对。哦，这溪啊有水，哦，你若要找阿松爷佚佗，啊，恁得去遐叫游过水，得来甲恁遮种的种子爱甲压压的哦，爱知影吼？哦，我知我知，爱压水对不对？来找伊佚佗，就爱去压水哦。啊，对对对。爱先去挂水。哎，对，头前个溪啊遐哦，头前个溪啊遐哦。走走走，奶奶带。你们呢？去装水，小朋友不可以随便哦，就踩进去河里哟、哦。好，那以后要去提水的时候就要找阿佑奶奶。好，我哎呦喂呀、啊！啊，怎么河里这么脏、哦？这条河好脏哦！哦，阿佑奶奶，那个味道好难闻哦，好臭，臭臭啊！小朋友，你们先去找爷爷呢。还有，请他。给我们说垃圾袋，我们来把垃圾捡捡。我们去找爷爷。这里有一个乌龟被网子缠住了。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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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代志？我们本来要去挂水，本来要去提水，阿佑奶奶叫我回来找你，因为我们刚刚啊去你说的那个河川要提水，可是啊阿佑奶奶跟我们说那里脏脏的，然后我又闻到那个臭臭的。咱这条溪本来是足清气、足好的，你捡宝特瓶，啊，起码变得拢臭狗干了，哎、欸，你捡啊，爷爷，我去捡，这里还有一只乌龟呢，被网子缠住了，啊，你快来帮忙，哦，来来来，小朋友，咱这回来吼、哦，来解救这只乌龟吼，哦。哦，这只乌龟在啊窜来窜来啊，我看这边差不多啊，紧嘞，紧嘞，啊，你的垃圾袋呢？把它扔进去。好来，哦，阿玲，你赶快做分类哈，哦，啊，你紧来甲救，阿爷房啊，给用开未？哦，哦，小乌龟好可怜。哦，这只乌龟实在有够。那里有一个，我帮你，我帮你。这边好，这边啊，吼，网住黑暗棍啊，这边窜开啊。哦，拄啊拄到这群上好的小朋友，甲解救起来，哈哈哈！足好诶！哦，终于，好快，我可以喘喘气了。哦。被那网子捆住，好不舒服啊！哦，来来来来，哎，咱来甲分到这分类，甲捡起来哈。小朋友要帮忙吗？可以帮忙捡吗？来帮忙，来搞这些好乐事，而且不分类哈。对，你这宝特瓶来，小朋友可以帮忙吗？啊，来。我也是 T 耶。啊，你也是 T 啊。我也是 T 耶。哦，来搞分类哦。啊。那还有什么？然后来，谢谢谢谢哦，小朋友真好。在这里，在这里。哎，安尼好哦。更加更加。哎，真好真好哦。哎，宝特瓶。小朋友来帮忙分类哈。赞哦赞哦。小朋友都很棒，哎，是吼，很棒哦。看到这些小朋友，我就看到讲咱啊，后摆咱后一代愈来愈希望啊，咱有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伊像这条溪安尼，让伊清气溜溜哦，安尼才好哦，哦，这房啊，宝特瓶、垃圾袋拢规个拢个收好啊，小朋友您表现得很好哦，哎，我们给小朋友拍拍手啊，可以哦。哇，好棒好棒，哎，又可以自在的游了，哦，是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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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即马吼，咱的银斧就已经完成咯，好，来。感谢小朋友跟爷爷奶奶帮我把河床整理的这么干净，但我又有舒适的环境，太开心了，真是太好了。生活可以呢，不会因为这些污水变得无法呼吸哦。爷爷啊，小朋友们，以后呢要懂得回收的东西呢，还有垃圾都要丢到哪里？垃圾桶。可不可以再随便丢到河里啊？不可以。我们一起来爱护我们的河流，好不好？好。阿尤奶奶，我跟你们说，阿松爷爷，我跟你跟阿尤奶奶说，刚刚你是不是给我三个垃圾袋？然后一个我给姐姐，一个给妹妹，然后我自己拿一个。姐姐，你刚刚这个垃圾袋是放什么？什么？保特瓶的。那妹妹，你那个垃圾袋是放什么？那我的垃圾袋，你知道我放什么吗？啊、哦，铁制品哦，而且铁制品如果回收，跟我们这个啊，都把它分类好，我们都还可以再利用哦。我们有没有很棒？有棒！大家都来环保爱地球，对不对？对、yeah. 哦。啊、哦，谢谢哦，大家今仔日的观赏哈，我是。干净的水还没有停。干净的水哦，我们刚刚呢、已经把河川整理干净了、可是我们的柿子的种子还没浇水。对，好厉害，小朋友，掏干净的水桶，来来，水桶在这里，水桶在这里，来叫干净的水啊！奶奶谢谢，来感谢种子阿阿给，谢谢奶奶，我们的水浇水，浇水。我要来而且重点我们都是小朋友，好像不能自己来，对不对？我们还要跟阿佑奶奶说，阿佑奶奶你还要常常带我们来提水哦。好啊，来小朋友你们看 河川变干净了，对啊，乌龟呢也有了幸福的脸， 对不对啊？对，好开心，好幸福哦、所以呢我们也一起来跟河川里面的这些鱼啊乌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跳幸福的脸，大家把双手借给我们，好了，请大家全部站起来，今天会起来站起来喽，来幸福，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旁边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画个圈圈，看不看我快乐的脸，家里已经炸了好多遍，爸爸只有温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日子里，画个圈圈，那就是我快乐的脸，手举高，老师说如果与我能够少一点快乐，快乐就会多一些，摸摸你的脸，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好个圈圈，随时记在心里面，静灵，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好个圈圈，发现大家幸福的脸，把手打开，摇屁股，小尾鱼湖，来后边，来转圈圈，来画下来。
要温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快进去，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快乐就会多一些。欢迎，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藏在心里面。我有闪亮迷茫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来拍手！哇，你们都好会跳哦，太厉害了！好，举高，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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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自己拍拍手。好、哦、我们是代表高雄市立图书馆浅草剧团，今天来在冈山、哦、文化中心，谢谢各位观赏，谢谢。